520呢、啊，老共一定也不会给台湾多好的脸色，绝对不会共建共机啊，他不会放松的啦。其实因为为什么？你看哈、哦，共军的共建共机越来越近，距离俄罗斯只有39海里，这么近，为什么？怎么这样子？我想为什么你知道吗？而且他讲的很好笑哦，他讲什么？中国台湾1109号舰，我是157舰，请注意你的位置，向东调整航向，与我保持安全距离。笑死人的，是你滚吧？这是诡异哎。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澎湖哎、欸，对，你叫我们离开，是你来，不是我们走哎、欸。对啊。另外，谁跟你中国台湾？你不叫错、哦，对，你叫我们中华民国，叫我台湾，我都认同。什么叫中国台湾？所以他们每次都这样子吃豆腐。对，所以说他们就是要击飞城市，就是我一点一点的进来，对台湾做压力测试，看看你敢不敢怎么样。所以我说新的赖清德政府上来之后，我觉得跟美国要演你一套方式，如何解决这种灰色地带，逐渐压缩的方式来减少你的防御力。那另外呢，我就刚刚讲，有人做出了一个做法了，这是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社，他说哈，现在中国对于台湾的做法，他不见得用打的，因为他打不起，因为他一打哈，包含了北从日本、韩国、台湾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，甚至往下到那个澳洲，全部都会打，太大了，所以他现在做法怎么样？用航运检查制度在金门已经开始了，让你觉得不方便，他未来会扩及到澎湖。扩及到高雄外海，扩及到俄罗斯外海，用航运检查的方式让我们的船只进出不方便，专门检查台湾的船只。再来是对于基础建设跟网路做攻击，这可能是看到台湾最近在停电，他心想，哎，我就给你让你停电，让你造成台湾本内部的不安，然后呢，最主要是把岛内的经济，把台湾的经济给搞垮。为什么？有很多立法院的立委在跟你捣蛋嘛。对不对？又不准涨电价，又要电好，对不对？让把你经济搞垮，这三者结合之下，我们内部就会自己乱，自己乱。对，让民众感受到，如果不顺从中国的统治，就没有和平，然后自然统一，这是现在中国想要干的事。所以这三点很重要。对，所以说这个美国的智库，它有长达60页报告说，中国透过这些手段，想要从控制台湾的实质控制权。他要用这三个方式来控制台湾人的思想，控制台湾的思考模式，用这种模式让你自然靠过去，投靠中国，然后离美国越来越远。这样他们还不用花钱呢，一毛都不用花，一毛都不用花。所以说，这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中国现在一步一步的在从台湾内部的思想在做方式，对，那这样需要大量的网红，需要声量大的政治人物，需要亲中的一些关键人物。哎呦。我刚讲的这些人，大家觉得熟不熟悉？很熟呢，立法院有好几个可以算出来。对对对，所以说这些人，中国都非常需要他，因为他们不打算用打的，打算用靠的，对，用骗的，用糊弄的，然后美国就没办法了。反正台湾内部有内应嘛。对，是你台湾自己要过去的，美国就没有办法了。没错，这九个国家是刚刚讲的，为什么他打不起？如果今天中国真的要引起台湾海峡的战争，北从日本，然后包含了俄罗斯。包含了北韩、南韩，包含了台湾，往下推到菲律宾，一直到印尼，往澳洲，全部都会打起来，加上美国，世界大战，世界大战。所以说中国打不起，中国很知道中国打不起，所以他也还是漏了一个印度，连印度都会进来，因为印度哈一肚子尿气、老鼠气啊，一定要趁机修理一下中国，所以印度一定会进来。那所以这样一打就是世界大战。所以说中国打不起，美国也不想打，让他这样打起来。所以中国说好啊，既然这样，我就用另外一种认知的方式，用骗的。所以说对于那美国，中国在对台湾做压力测试，美国也在对中国做压力测试，他的飞机也是越飞越近。所以这一次哈 B52 进入了南海后，被中国的歼11全程跟踪，跟到哪里？跟到我们台东哎。所以说。这个方式，美国在做压力测试，这个方式是不是要让我们留一个学习的方式？就是如果以后中国的飞机飞到台湾海峡来，我们不是驱离而已，比照中国的歼11，一直跟着它，一直跟着它，跟到它海南岛，我们再回来。就是你来侵犯我，我保送你回去，我护送你回去。这是美国做的一个示范哦。就是你看 B52 进入南海。他歼11一直跟着美国的飞机哦，跟到哪里？不是跟离开中国而已，跟到台东哎。所以美国做法说，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你的做法了。所以以后如果中国的飞机到达我们台湾来，我们的战机就跟他跟到海南岛，我们再离开。这就是一种压力测试的反制方式。所以美国正在做这方式的示范与测试。
所以这提供给国防部可以做个参考。哦，了解，感谢北仁将军的解说。所以这样子以后我们也可以采用美军这种半飞模式，逼他赶紧的离开我们。